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现在外部控制嘛。我们现在是 M1，还有 STF 给它频率啊。我们如果把这个 M0 导通的话，你看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帮我扶一下，把它跟 M0 导通。M0。对 M0，对，插进去，用力插。好，那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 M0 导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由面板去控制它的频率的。好。你看，就是 M0 导通，就是有面板控制频率。好，那如果把 M0 放开，它就是回归到50赫兹。OK，